看这一题，他说现在有个三角形 ABC 啦，这个边长是4，这个边长5，啊，这个呢是以 BC 为底的高了，这是3。那么他问好这个 BC 长度多少？那因为这个高的话就是垂直嘛，用毕氏定理，这是3，这是4，所以这应该多少？根号好4的平方减3的平方，因为这是斜边嘛，所以这等多少？16减9，这刚好是根号7啊，这是根号7。那这里呢，这是5，这是3嘛，所以这应该是4，我利用毕氏定理。所以这一段就等到4加根号7，也就是说哈 ，BC 的长度啊，就等于4加根号7了。